接下来这首歌的主角叶永志，在昨天结束他短暂灿烂却非常有巨大影响力的一天。我想象如果过了21年后他还在的话，也许他也会喜欢唱歌跳舞，也许我们也会因为音乐而相遇。接下来这首歌请你大声一起唱，让我们献给叶永志好吗？没有永远的强者或弱者，只有像玫瑰少年一样的爱着鼓励我们，其实我们都一样。